上去找他给我道歉嘛，我说至少对吧，你打了我，当着这么多人面道个歉是应该的的啊。他就一句话一个字都没说，又对我一顿那个。他是从别人的其他的车，然后接到4公里，我们称之为摆渡车，统一的在上我的车。然后上车的时候，因为晴天的那个时候的人很多，然后我的电话也很多，我就一个一个的去找，可能就是他们俩，就是我在找的时候就把他们放到了最后，他们的那个电话肯定就没打进来。正准备下去的时候，那女的就上来，然后就对我大吵大闹的，然后就说我问为什么打不通电话，为什么我不去找他。刚说到这里，那个男的就抓着我的头发，那个男的心动的手，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我都没有还手。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